踢踏舞。可以吗？踢踏舞。有点肢体障碍的感觉。这什么开法？嘉义爱慕村，在嘉义发现一处隐藏在巷弄里的秘密亲子景点爱慕村。爱慕村是一座位于嘉义民国50年代的块木制作厂，近年转型为观光工厂，介绍台湾特有的树木及木制品，还有很多木制的互动游戏装置、儿童积木区、幼幼游戏室、DIY 等活动。工厂占地不大，却意外的好玩，让人惊艳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嗨的 TV， 我是爸爸。嗨，我是美福。我今天来到的是嘉义，隐藏在嘉义工业区的一座爱慕村。爱慕村哦，它是一座木头的观光工厂，很好玩哦，我们去探索看看吧。爱慕村，好啊。啊，先走，先走。顺着路走，年轮，这个叫做年轮，树是这样子算它的年龄的。树的年龄，阿成看一下，算看看，有几圈？扁柏，不同的。台湾五木闻闻香，闻香香，红块，扁帽，钓鱼哦，木头钓鱼，挑战开始，三人钓鱼比赛，来钓上来给我看一下哦，钓上来跟爸爸挥挥手。耶，河豚！嘿，记忆力大考验，考验爸爸的记忆力喽！爸爸大挑战，开始！你要踩那个脚印，它就会有图案了。不能踩到香蕉皮哟。确定你是猪，现在要美博大挑战吗？美博记一下，要记哪里没有香蕉皮的位置哦，你只能踩没。哎，弟弟下来，蕉皮。哎，你踩到香蕉皮了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啊，踩上去，哎，你又踩到香蕉皮了。不能踩到香蕉皮。我是嫩 Q 王。快点，美博嫩 Q 王，成功。这什么开法？好了，来了，搬一个椅子过来啊！哎，你会不会打？这是古早的弹珠哦，以前爸爸小时候都是这种弹珠。
要厉害的人是每一排各一个呢。对呀、啊，应该是反折才对呀、啊，爸爸你也太好笑了吧。好，你刚刚教挑战，我来有难度，我来有难度。爸爸，你真的可以吗？这太短了。爸爸，感觉啊。爸爸不行，你说。一打五。可以吗？一打五。有点肢体障碍的感觉。你要让它平衡啊，中间卡到中间，两边都不能碰到地板。哎，你要脚要跨在两边啊，然后让它踩在中间。哦，自香区线香啊，你做一些线香。色出成形，再香。介绍一些原木制家具制作的流程哦。榫接技法，明榫，仓库盖成的儿童游戏区，木头溜滑梯，啊，整溜，哇，两层的，啊，波波来，来去站在神木前面。神木，神木阿成，你是神木吗？神木二号，神木三号，嘉义旧监狱。嘉义旧监狱创建于日治时期大正八年，西元1919年，是全国唯一以监狱建筑、法治矫正教育为主题之狱政博物馆，让游客参观之余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其中树木的气息，也可借此教育小朋友守法的重要性。让我们一起去体验犯人的生活去。是台湾监狱哦。这该不会是典狱长的办公室？哦，真的，典狱长办公室。典狱长就是监狱里面最大的啊，就是监狱里面的老大啊。你是美不典狱长？典狱长就是最大，就是董事长啊。来，量身高，量身高。美不身高，美不犯人身高110，然后换阿成犯人。哇，快130了，美不是阿成犯人超过130哦，美不犯人110，小房间呢、啊，好多小房间，中央台，美不要进去被关起来了，阿成进去被关起来，快点，欸、你看那个犯人坏人的马桶，厕所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就是他们房子哎，房子里面就是有一个小马桶这样子啊。你看，关进去里面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小马桶啊，然后就他就只能在这里面生活。你看有没有很小？妈妈，爸爸，他们怎么睡觉？就只能躺在旁边啊，躺在马桶旁边睡觉啊。爸爸，你看，这就是坏人。你看，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从这边送饭。便当送进去，你让你们两个进去，来来进去里面了。你们两个被关起来了。阿成，你在监狱里面有什么感觉？很糟糕。
所以以后不能犯罪。对。日新堂。这应该是他们就是集合然后训话的地方吧。集合然后就是跟礼堂一样。就跟你上学的地方一样，这都是日本时代的建筑物，日治时代的建筑物。然后这是他们的工厂，他们在被关起来的时候，因为怕他们太无聊，让他们练习做一些东西。做一些工木工啊、铁工，训练他们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，那以前都是用这个把你的手铐起来了、啊。神奇。对啊。啊，被铐起来了！谁？你们两个被铐起来了。梅布，你做了什么坏事？你说。抓起来，君君。哦，好吧。